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2月11号，也是大年初十一。现在我来到纽约曼哈顿唐人街金风大酒楼附近，一会儿6点钟开始，这里要举行一场灯光秀的舞狮节活动。夜灯舞狮游行即将开始。还有很多顾客在用餐呢，哇，这边顾客已经准备好了红包了，这边小朋友都准备好了红包，小朋友给红包。缤纷的舞狮舞还有博鞭炮将在这一条街道上上演，欢迎来到唐人街，也将成为这两条舞狮线上必去的之处。观赏舞狮活动的同时呢，你还可以逛逛中国城各式各样年味十足的店铺餐馆，大家消费消费，献爱唐人街哈。美国纽约红星集会，是个小美女。今天的舞狮活动将持续1个小时，都以年轻人居多哈，不管是舞狮的还是参加的都是年轻人居多。这也是个力气活呀，
撤了。老板在拿，叫拿红包了，这边。这个小朋友已经准备好给红包了 ，Happy New Year！